我这 KK 小 case 啪啪拿捏了。咱俩玩游戏啊。你找别人玩去，都多大了还玩游戏啊？管你偷袭了，快问快答。那你早说就偷袭，这是哥们儿我无敌，12年白透了，我完全拿捏的死死的。你问，偷袭是让羊怎么回事？因为灵稿。灵稿是啥？吃泰硕兰，要么斯维拉姆。偷袭不能吃什么水果？偷袭什么水果都能吃，不能吃羊毛，吃其他你都可以稍稍的造那么一点。那吃多甲高咋办？甲高了吃，正常受血或者立背足啊，下周常备，不吃班长的关键时刻救你一命。那晚上睡觉不能平躺怎么办？水多了，水珠流造成的心衰症状，哭哧哭哧上白气，咔咔吐痰，甲透一次，控制点完蛋体重，完事儿。我这 KK 小 case 啪啪拿捏了。你喝小甜水没？我偷喝了。不听姐的。